直话直说。我梦到 我在观音堂，我求菩萨说我能不能师父的弟子，然后晚上梦见平姐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他告诉我什么，就在讲话而已。因为我偶尔都会梦见平姐。梦见平姐们你就自己要记住了，那肯定的，你要你现实当中你想一想，你如果要想要变成弟子的话，萍姐会跟你说什么话吗？就是梦中说什么话呀，叫你更努力，多出来做点功德，就大不了嘛，就这几句话呀，这还不懂啊？跟他一起做义工啊，对呀，多多努力啦，想做师父的弟子，要多多为众生，明白了吗？是，好啦，是知道师父啊，对不起师父，我修的不好，啊、师父。修得不好，师傅我们没有问题了。你自己想做师傅的弟子，就是在进步，明白了吗？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做师傅的弟子，我还在努力当中。好好努力吧，师傅，我修得不好。好吧，是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拜拜，感恩师傅，师傅保重身体，感恩，拜拜。你看每个人都会有觉悟的一天的，有的人觉悟要在死的之前才觉悟呢。